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0年的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9到34度之间，长春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文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的涉华演讲完全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上很成功，维持了和平，蓬佩奥的演讲实际上是一场国内政治演说而非外交政策演讲，蓬佩奥本人未来也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美关系不应成为个别人、个别政治势力为一己私利而操弄的工具。我们注意到，连日来美国的前政要、专家、媒体都对蓬佩奥的这个讲话提出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这说明试图否定中美关系的进展，挑起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得人心。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地拓展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人民也从中受益良多，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不应该成为个别人、个别政治势力为一己私利而操弄的工具。香港警方29号晚通报，特区政府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于当天下午拘捕了4名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犯罪嫌疑人。这是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首次依据香港国安法展开的主动执法行动。据介绍，这4名嫌疑人包括3男1女，介于16到21岁。警方得到情报并调查发现，该团伙在社交媒体谋划并煽动港独。4名嫌疑人分别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第20条以及第21条。针对欧盟日前决定限制对香港出口敏感技术设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9号发布新闻公报指出，欧盟的措施基于毫无根据的指控，是错误决定，敦促欧盟停止政治操作，并会继续按需要寻找合适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特区事务属我国内部事务，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干预。特区政府发言人还表示，欧盟以香港国安法为借口，拟向香港居民提供所谓更宽松的庇护、移居和居留政策，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对此深表遗憾。针对欧盟28号出台限制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设备等措施的做法，中国驻欧盟使团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停止干涉香港事务。使团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阐明立场，一国两制落实的好不好，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人民最有权利发表意见，欧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发言人说，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会更有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也更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我们对此有充分信心。发言人说，使团坚决反对欧方有关错误做法，并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欧方切实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继续来关注常态化疫情防控。
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7月29号0到24时，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例，广东1例，云南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102例，新疆96例，辽宁5例，北京1例。当日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健委通报，7月29号，新疆报告新增96例确诊病例，均为乌鲁木齐，其中有8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另外，新疆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也都由乌鲁木齐市报告。昨天上午，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对大连市疫情的基本情况、核酸检测情况及各项防控措施进行了通报。大连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5例，其中4例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的确诊病例，1例由密接直接确诊，累计确诊病例57例。7月29日0时至24时，大连市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例，为凯阳海洋公司员工，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本地无症状感染者32例。截止7月29日24时，全市已累计出动医护人员21,999人，累计设置采样点4297个，累计完成采样409万份。目前，我市正在开展的大规模人群筛查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从即日起，我们将对高风险地区的重点人群开展第二次核酸采样工作。大连市按照风险等级加强区域管控、病例排查搜索、限制人群聚集、重点场所和人群监测等管控措施，全面加强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和包保责任的落实，加强对小区村外来人员管控，尤其是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管控，切实将重点人员排查到位、管控到位。重点对凯阳世界海鲜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员工、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及核酸检测，增加核酸检测的频次和范围。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7月29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月29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7月29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来关注南方汛情。水利部消息，截至昨天的12点，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全线退至保证水位以下，长江中下游干流湖北石首以下江段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仍超警，淮河干流王家坝站水位于29号19点24分回落至警戒水位27.5米以下，太湖平均水位仍超警。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3级应急响应。众所周知呢，大坝是抗洪防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今年入汛以来，长江下游南京段持续超出警戒水位，秦淮河水位超高，当地一度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就在此时，有群众反映，秦淮河大堤被向内挖空了10几米，有人竟然在大坝的肚子里面开启了餐馆酒吧。秦淮河是长江下游右岸支流，由东向西横贯南京主城，行洪能力不足，排涝不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竟然打起了堤坝的主意。在位于杨家围市民公园区域的秦淮河大堤竟被人掏空，可能影响大堤吧，他是在大堤边上填起来的，要开了几年了，开了好像要几年了。2011年开始，南京江宁城市建设集团实施杨家围片区景观绿化工程，但是这一工程并没有办理规划、国土、水利等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2012年掏空大堤，在内部建了5间总面积约4500平方米的房子，并将其中4间对外出租，从事餐饮经营。
此事被曝光后，水利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继作出批示，要求严查。南京市江宁区随后通报，对九名官员予以处理，其中江宁区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世新党内警告，并免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职务。另外八人，包括江宁区水务局局长、街道党工委书记等人，分别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等。而大堤上的餐馆则在一夜之间全部拆除，一夜之间全部吃掉了，那边都拆光了，那些餐厅都拆光了。这里的违建跟别处不同，不能一拆了事，建筑的混凝土框架还必须保留，因为担心对秦淮河大堤造成沉降位移。施工人员只拆除了违建的门窗、装修设施和砖砌墙体，被掏空的大坝重新填土封堵。而南京市民最关心的问题是，按照设计规划，秦淮河堤坝能防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修复后的堤坝能否达到原有的设计标准？另外，对堤坝进行修复的资金从何而来？那九个被免职的官员难道不需要承担修复费用吗？类似的监管漏洞又能否及时堵上？对这些问题，南京市江宁区城建集团尚未回应。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地解放军出动重型装备和数千名战士奔赴抗洪前线，紧急驰援。安徽阜阳颍上县戴家湖韩闸被洪水冲毁，形势危急。东部战区陆军舟桥某旅紧急驰援，携重型舟桥、舟艇等制式专业装备奔赴抗洪一线。解放军战士临近深夜开始操作，连夜架起了抗洪用的钢桥。战士们昼夜连续奋战，破损韩闸目前已得到有效封堵。我是硕士二年级。你呢？我现在是博士四年级。你在学里呢？我是硕士二年级。你在学里呢？博士三年级。安徽合肥国防科技大学学员放弃假期，奋战抗洪一线。他们是硕士生、博士生，个个都是军中学霸。虽然是第一次执行抗洪任务，但也不忘记相互交流经验。在洪水面前，哪有什么博士硕士？我们上了堤坝，都是保卫人民的战士。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完成这次抗洪任务。在丰乐河桥安段，该院师生累计巩固堤坝120余米，填运土石方18000余袋。第二天，他们又投入紧张的科研学习中。无论哪个战场，青年军人的身影不曾缺席。7月27号，在安徽抗洪超半个月后，解放军第72集团军某旅500名抗洪子弟兵换防撤离，当地百姓得知消息，冒雨相送。他们追着驶出的车辆，地上自家的莲蓬、葡萄、熟鸡蛋等食物，生怕战士们路上肚子饿。这一刻多么的令人感动，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抗洪一线，人民子弟兵再一次用一双双坚实有力的手筑起了生命之墙。八一建军节将至，在此让我们向正奋斗在抗洪防汛抢险一线的军人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致敬，感谢你们的守护，你们辛苦了。军魂闪耀，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显身手。那在武警吉林省总队，为了迎接八一建军节，举行了第三届军体运动会，官兵们个个生龙活虎，苦练本领。在观众席的一片欢腾声中，赛道上参加田径竞速的选手们拼尽全力，健步如飞。武警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第三届军体运动会共设3大科目、25小项比赛内容，千余名官兵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发扬优良传统，锻炼体魄，强军练兵。我们武警吉林省总队机动支队举办第三届军体运动会，不仅能够活跃基层文化生活，更是聚焦练兵备战的实际举措，在培素战士强劲体魄的同时，更能筑牢广大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
这次军体运动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接实战。那现在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叫做窗口投掷手榴弹的一个项目，官兵们要在距离靶位大约30米的一个地方呢，向对面的一个窗口，我们看一下，来投掷手榴弹。那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哪个队员投掷的数量最多，那哪个队员就获胜。军体运动会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锻炼方式，更是勇气、智慧、力量和意志的综合较量，用拼搏和汗水展现军魂，用行动和战绩全是实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励官兵斗志，提升了整体战斗力。2020年吉林省高考成绩及最低控制分数线已于7月25号发布，考生填报志愿和高校的录取工作也陆续的展开。这个时段呢，也是各类涉高考招生诈骗的高发期。如今的诈骗手段是越来越高明了，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高考过后，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考试分数的问题。可是就是有一些人利用考生以及家长不熟悉招生政策、录取程序实施诈骗。考生查询高校的信息呢，主要是三个网站啊，一个是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站，一个是各个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还有就是你目标高校的这个招生信息网的网站。我们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呢，下发了这个报考指南，凡是报考指南下册上标注的高校都是正规的高校。记者也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总结出五大常见诈骗陷阱。陷阱一，查分短信有木马，钓鱼网站有后门。诈骗分子通过发送带有木马病毒的手机短信盗取考生的信息实施诈骗。陷阱二，内部有关系，花钱就能录。不法分子打着招生机构有内部关系的幌子，以花钱录取为由实施诈骗。陷阱三，黑客能改分，交钱能包过。不法分子通过散布考试未过可内部操作，交钱能包过等诈骗信息，声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分，骗取事主转账。陷阱四，志愿填报找专家，小心受骗被误导。一些社会咨询机构或个人冒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高校名义搞高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向考生和家长收取高额费用，更重要的是还可能会被误导，丧失正常录取机会。陷阱五，虚假大学花样多，辨清真伪莫上当。这类大学通过采用与知名大学院校容易混淆的名称，诱惑考生和家长报考。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所有的高考政策及招录信息要以省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在遇到不明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向招生部门有关院校或者是老师咨询，必要时迅速报警，以免上当受骗。教育无小事，那受到疫情的影响呢，最近半年以来在线教育的关注度和使用率都在稳步的提升，但是与此同时呢，有关在线教育的投诉也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一些培训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和退费难等问题。来看记者调查。今年四月中旬，北京的秦女士在阿卡索外教网进行了三轮试听，觉得还不错，就为女儿购买了360节英语外教课。但让秦女士没想到的是，课程刚刚上了不到半个月，就频频出状况。有一次是25分钟的课完全迟到了，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在秦女士提供的课程录像中，记者还看到有一节时长为25分钟的课程，老师迟到了19分钟。此外，老师在进入网络课堂后低头玩手机，掉线黑屏，无法正常上课的状况也是频频出现。你们孩子出去玩也不是，然后就一直等着他，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来。北京的石女士最近也在为孩子的网课闹心。两年前，石女士在哒哒英语为儿子购买了34000多元的网课，但就在今年6月份，石女士突然被告知课程的属性变了。在哒哒英语的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家长们之前购买的主修课，每节课30分钟，有固定的老师，并没有有效期限。而被更改之后的口语课，不仅每节课被缩短为25分钟，并且老师还不固定，而且要求学生在有效期限内上完。我在关键家长这边的话，确实是我们这边没有通知到位。我可以要求我那个把我的现在的那个口语课时转回来吗？转成那个主修课时吗？
实在不好意思，家长，因为他现在是平台系统不同意申请，然后我们这边人为的话确实无法帮您恢复。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出具的购课凭据上，记者看到这位家长花费107,719元，分两次共计购买了696节英语主修课，但就在大大英语进行所谓的系统升级后，这600多节主修课只剩下一课时，其余变成了口语精灵课。记者在一些投诉维权群中看到，不少家长都有秦女士和石女士这样的遭遇。尽管不少在线英语机构都在招生的时候声称啊，自身拥有数量庞大、口音纯正的欧美外教，但是很多家长却发现，一些机构的大部分外教呢，都来自于东南亚以及南非等地，口语的发音并不纯正，而且外教持有的资格证书权威性存疑。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校外线上培训平台在聘用外籍人员时，要在培训平台和课程界面的显著位置公示培训人员姓名、照片和教师资格证等信息，公示外籍培训人员的学习、工作和教学经历。但是不少机构的师资却是鱼目混珠，常常挂羊头卖狗肉。师资跟原来我们那个跟我们上主修课的师资也完全不一样，大部分都是什么南非的国籍的，并不是他以前宣传什么欧美外教。在大大英语口语课程的教师介绍页面中，我们看到很多老师只有一年的教龄，年龄也基本在20岁以下。比如这位名叫 Sarah 的老师，年龄只有17岁，而且没有显示相关教学经验，也没有相关的师资证书。而在阿卡索外教网的师资查询入口，输入授课老师的名字后，虽然可以看到这位老师的教师资格证书，但教师的名字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针对家长们的疑问，记者拨打了阿卡索外教网的官方电话。教师资格查询的话呢，是公司这边去公布上去的。这马赛克的话呢，这边的话是老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详细名称，是受到一个隐私保护，所以的话才会有一个马赛克的。更让家长们匪夷所思的是，证书上明确写道，此证书由深圳阿卡索信息公司颁发，也就是说，阿卡索外教网的外教资格证书是由自己公司颁发的。这样的证书让不少家长对它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阿卡索外教网工作人员含糊其辞的颁证机构到底有没有资质？在公开报道中，记者看到阿卡索外教网宣称，所有老师都具备国际认可的 TESOL 英语教师资格证书，证书由英国 Ascentis 机构颁发，该机构受英国资格认证和考试管理办公室的监管，具备权威性和可信度。但是在 Ascentis 官网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所能提供的资格证书认证服务中并不包括 TESOL 证书。为了进一步确定证书的权威性，记者将阿卡索外教网的教师资格证书通过邮件发送至 Ascentis 的上级监管机构英国资格认证和考试管理办公室。4个工作日后，记者收到了回信，上面明确写道，附件中的证书并不受其监管。宣传的过程中提到有这样的师资、这样的学历证书，但是在实际的培训过程中呢，往往发现这个与现实、与这个宣传不符。这种情况严格来讲，可能就涉嫌到欺诈的这种行为了。消费者首先是可以要求退费，甚至来讲可以要求对方进行一个已支付费用3倍的一个赔偿。还是关于教育的事儿，近日有媒体曝光，曾经开办女德班的辽宁抚顺传统文化研究会在山东曲阜举办了夏令营。这课堂上呢是雷雨不断，比如说不学习传统文化就得胃癌等等。对此，曲阜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29号发布了调查通报，责令该夏令营退还相关费用并停业整改。那我抽烟、喝酒、打架、处对象、夜不归宿、打骂忤逆父母、自私任性、经常出入夜场、天天带着一副贱相，真的是伤风败德。我不要脸，还给我的父母丢脸，更给我的祖宗们羞。这个女德班的夏令营视频流出后，曲阜市立即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查，被举报的2020阳光少年国学夏令营主办单位为辽宁抚顺陶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营员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夏令营地点涉及多地，存在教学视频内容低俗、违反科学、歪曲事实等问题，对营员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我的胃非常的不好，
我的胃呢经常都疼，疼得我胃疼得我出一身的虚汗，而且呢有时候疼得我甚至吃不了饭喝不了水。幸亏呢我是学习传统化了，如果没有学习传统化，我现在指定已经得胃癌了。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教学视频经常使用血腥图像。黑色那个黑色都出来满脸都是血，太瘆人了，反正晚上就做噩梦。不知道明天会给我们看啥片子。别看了，我是不想看。同时，夏令营在疫情期间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目前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已责令辽宁抚顺陶工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立即终止该夏令营活动，并退还相关费用。对其涉及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对为该企业提供场所的曲阜盛城文祥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责令停业整改。再来看新闻现场，都说贼胆包天。前段时间呢，浙江温州的一家牛排店的老板刘先生啊，总是感觉这个店里面的食材少了。怀疑之下呢，刘先生就查看了店里的监控，原来这店里真的进了贼。视频中，这名男子在牛排店后厨内举着手机照明，从冰箱里面取出牛排开始加热烹饪。煎完牛排后还不忘到一旁调味区来调制酱汁，最后呢吃完牛排竟然还不忘清洗盘子，整个过程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谁呢？刘先生说他并不认识。该男子是该店的物品摆放及设施的配备极为的熟悉，据此呢民警认为该男子可能存在有多次盗窃的行为。经过监控翻看呢，发现监控内共显示该男子有至少三次的盗窃店内牛排、不是牛排的行为。根据线索，民警迅速展开侦查，7月24号成功的将嫌疑人王某抓获。我怎么会想到去上一办公楼冲牛排哦？刚好那里容易进去就过去了。多少块牛排第一次？没有几个，没有多少。一块、两块、三块。好几块哦，也就一点点。王某交代说自己喜欢吃牛排，但又不想付钱，所以多次深夜偷偷潜入店里面自己烹饪享用。为了避免被发现，吃完还将盘子清洗干净，并将餐具物归原处。即便如此，也难逃法律的制裁。目前王某因为涉嫌多次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29号中午，在广西南宁市某商场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正在商场逛街的护士潘玲媛闻讯之后对男子进行了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中年男子在走到收银台附近时突然晕倒在地上，浑身抽搐，面部青紫，口吐白沫，失去意识。我们就说工作人员是第一时间先打了120，然后呢刚好是有一个二院，就附近那个医院一个二院的一个潘护士带着小孩来我们商场里面来购物，刚好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第一时间对他实施了心肺复苏的抢救。经过大约2分钟的心肺复苏，男子渐渐苏醒。潘林元用纸巾给男子进行面部清理，并向男子进行询问，查看他是否恢复意识。在确认男子无碍后，潘林元才默默离开。只要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都会第一个冲上去，因为抢救的黄金5分钟非常的重要，头5分钟是最重要的。作为医务人员，这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份责任。随后120医护人员对男子进行检查，确认男子无碍。29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广汉联合遗址最新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发现了完整的古蜀文明遗存，纵跨近5000年。在距离三星堆古城遗址8公里的广汉市南丰镇联合村，考古人员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纵跨近5000年的历史遗存，同时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瓷器等。其中一件晚商时期的陶盖上有清晰可见的龙凤图案，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有龙凤呈祥图案的陶器。专家认为，
研究该遗址对了解古蜀时期三星堆都城周边区域的聚落形态有重要意义。考古人员预计，广汉联合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到今年底完成。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29号的凌晨，在波特兰的联邦法院门前，示威者与联邦执法人员在此发生了激烈冲突。一名记者拍下了冲突的全过程，还遭到执法人员发射催泪弹。根据这名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当时美国联邦执法人员正试图逮捕在波特兰联邦法院门前的几名抗议者。有一名爬上路灯的抗议者被几名执法人员包围，经过执法人员劝说，这名示威者从灯杆上下来，但随后却被执法人员扑倒在地并逮捕。正在此时，一名执法人员突然向拍摄视频的记者发射了催泪瓦斯，并要求记者离开。这名记者指责执法人员欺骗抗议者，并质疑其发射催泪弹的动机。自今年5月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以来，波特兰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2个月。美国联邦政府派遣联邦执法人员进驻波特兰，宣称要维持秩序，但联邦执法人员的粗暴执法反而让波特兰的抗议活动一再升级。一些当地官员也批评联邦执法人员正在把局势变得更糟。因弗洛伊德被跪压致死引发的抗议还没有平息，又有新的暴力执法视频点燃了民众的怒火。7月27号，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警方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记录的是今年4月一名非洲裔男子遭警察射杀的现场。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这名男子的举动并没有给警察带来威胁，而且男子还举手对着警察高喊我没有枪，然而惨剧还是发生了。4月24日，奥斯汀警方接到民众报警称，一处停车场的车里有人在吸毒，车中一名男子持有枪械。警方随后赶到现场，将涉事车辆包围。据了解，车中男子名叫麦克拉莫斯。Step out, keep your hands up. Step out of the car, Michael Ramos. Step out of the car with your hands up. Walk out, walk out, walk out towards me. Come.拉莫斯配合警方指令。然而，就在拉莫斯保持双手举着时，警察突然开枪击中他的腿。随后，拉莫斯立刻返回车里，但刚启动车子开出没多远，他就被警察射杀。事后，警察调查发现，拉莫斯并未携带枪械。
目前，弗洛伊德至死触发的反对警察暴力执法抗议活动正在全美多地展开，而这段监控视频曝光后，奥斯汀民众的愤怒进一步被点燃。27日晚，一些民众聚集在奥斯汀警局前进行抗议。拉莫斯家人聘请的律师称，从监控画面来看，当时拉莫斯没有对警察造成威胁，警察开枪于理于法均不可接受。奥斯汀警察局发表声明说，涉事警察正在接受行政和刑事调查。事实上，过去数年时间里，美国发生了多起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公民死亡的事件，而涉事警察大多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据《纽约时报》今年5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9年，每年都有至少1000名美国人死于警察暴力执法。尽管如此，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定罪的警察却极少。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地图组织称，从2013年到2019年，99%的执法致死案件没有人被定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高层议员当地时间27号公开与白宫讨价还价后，达成了最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纾困计划草案，而这份草案却包括大量用于国防的支出以及拨款修建一幢崭新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这在美国引发争议。这份草案拟划拨300亿美元用于防务项目，其中80亿美元用于采购武器装备。具体项目包括22亿美元用于建造舰船，14亿美元花在 C-130 运输机和 F-35 战机上，11亿美元购置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2.8亿美元采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3.75亿美元升级崔斯克装甲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尼塔洛维就此批评说，不能用2栖战舰来喂饥饿的孩子们。方案还纳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力主的新建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项目，预计耗资18亿美元。民主党人指出，特朗普此举是试图防止同行竞争，因为这座大楼对面就是特朗普家族经营的酒店。特朗普要新建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原因是防止他迁到其他地方后原址上开一家酒店与特朗普的酒店竞争。民主党人还认定共和党及特朗普向方案塞私货，包括借机填补特朗普政府去年动用军费修筑美墨边境墙留下的防务窟窿，如2.6亿美元高速军用运输船项目。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不愿意听从医生的卫生建议，拒绝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有美国医生不仅感叹，这是一场对抗疾病的战争，也是一场对抗愚蠢的战争。约瑟夫·瓦隆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联合纪念医疗中心的一名医生，与很多美国其他医院情况一样，这里每天都有大量新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入住。作为一名肺病和重症监护方面的专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瓦隆医生的工作量剧增，现在他平均每天要照顾大约40个病人。从医多年的他也经历过不少伤亡较多的事件，但这一次他见到的死亡病例是最多的。You know, I have been in the middle of earthquakes, in the middle of bombings, in the middle of tsunamis. I mean, in every possible catastrophe that they can imagine. And by far, this is the worst. And this is the worst because this is a continuous situation. 瓦隆说，与对抗疾病相比，更让他觉得困难的是让人们听从建议。尽管疫情严重，他每天走在街上仍然能看到很多不戴口罩聚集的人，这让他十分气愤。At the present time, I'm pretty much fighting two wars, a war against COVID and a war against stupidity.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first one, I have some hope about winning, but the second on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And why do I say that? Because people are not listening. Whether it's, you know, we're backed up by science or just plain old common sense, people are not listening throughout the country.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不断激增，医院人满为患，很多医护人员也被感染。瓦隆医生团队中的一名护士也不幸感染，他请求人们停止争吵，听从医护人员的卫生建议。That's the hardest thing to ever hear.Is that you're positive. People need to be more educated. All the fighting and all the screaming and all the
You know, finger pointing. Enough is enough. People just need to stop and listen to us. We're not gonna lie. Why would we lie?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之一，瓦隆医生接诊的很多病人都需要吸氧甚至插管治疗。67岁的赖利和妻子都在这所医院治疗，他警告人们，新冠肺炎对身体影响很大，人们应该遵循医生给出的卫生建议。当地时间29号，美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将从德国撤出大约11900名美军，从而将驻德美军的人数削减至24000人。这一撤军规模比此前透露的要大一些。此外，美军欧洲司令部也将从德国撤出，迁至比利时。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德国是除日本之外，美国在海外驻军最多的国家。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此前也都设在德国的斯图加特，而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重要后勤基地。德国目前还存放有大量美军军备物资，便于北约开展大规模演习。按照美国国防部29号公布的计划，撤出的这大约11900名驻德美军中，大约5600人将被重新部署在其他北约国家，其余6000多人将回到美国，等待重新被轮换部署到欧洲地区。五角大楼方面此前就曾表示，从德国撤军的计划不仅满足了总统特朗普的指令，还将完善美国的战略灵活性与欧洲司令部军事行动的灵活性，同时巩固北约实力，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而据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9号称，此次从德国撤出部分军队，正是为了将在欧洲的战略重心东移，将被重新部署到其他北约国家的这部分美军人员中，将有相当一部分被安排进驻黑海地区，波罗的海区域也将有新的部署，其余人员将暂时驻扎在意大利。此外，美军欧洲司令部也将从德国斯图加特撤出，迁至比利时。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0号晚上8点20分，梅河交警在梅河口市建国桥北侧路段查处酒驾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不远处的路中间不动了。民警快速跑到车前，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一名男子在与副驾驶互换座位。民警立即告知男子下车配合检查，这名男子拒不配合。你别动。驾驶员拔腿就跑，让在场所有的人有点措手不及。狂奔了50米后被民警抓获，而他这一跑不要紧，却把自己的女儿吓得够呛。你好好的，好好的啊！妈出来了。被抓后，驾驶员起初的态度看上去还不错，可在接受酒精检测时却十分不配合。对，根本就不吹气，根本没。如果一直吹，测试仪会一直响。不愿配合的驾驶员还给自己找了一些理由。宾馆吧，宾馆。你别给我整的，我啥病没有，你给我传染病。不配合执法还想逃跑，在民警告诉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后，驾驶员承认自己确实喝了2瓶啤酒。在遇到交警检查时想躲避查处，便与副驾驶座位的妻子换了位置。经过现场酒精测试仪检测，该名男子每100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80毫克。随后男子被民警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后，如果达到醉驾标准，该名男子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最近，长春市公安局新区分局打掉了一个利用碰瓷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几名嫌疑人开网约车互相配合，在路上制造对方负全责的交通事故，以此来骗取保险理赔金。民警通过侦查，最终将5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这两车配合吗？前车走着突然减速，然后致使后面这个被害人的车并道，然后
另一台那个车不让行，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给撞了。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嫌疑人开网约车碰瓷作案时的情景。这件事儿要从5月22日说起。当时长春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北湖派出所接到一家保险公司报案，称在对保险理赔单复查过程中发现几台网约车赔付次数非常多，驾驶人员相对固定，涉案车辆的保险理赔记录近400起，约合人民币涉及是45万，明显不合常理。民警判断这很可能是一个通过碰瓷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侦查员发现几名嫌疑人都是驾驶技术娴熟的网约车司机，他们驾驶网约车碰瓷作案的时间多选择在早晚高峰。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利用对方车辆正常行驶并线的过程中，采取故意不避让或者是故意加速撞击。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嫌疑人作案时会互相配合，一名嫌疑人驾车在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前故意减速刹车，另外一名尾随的嫌疑人驾车实施碰撞，制造对方负全责的交通事故。掌握证据后，民警展开抓捕行动，五名嫌疑人全部到案。他在日常营运的过程中吧，经常发生事故，后来发现保险公司理赔或者是私了和他们实际修车之间存在差价。嫌疑人的作案地点遍布省内多地，他们通过碰瓷制造交通事故骗取保险公司定损理赔金。对于没有保险的被害人，他会要求私了直接收钱。嫌疑人的作案对象多选择三轮车、货车和面包车，因为碰撞这些车辆车损较大。这种情况能超车他也不超车，他就跟着，对，然后等三轮车并线，然后他撞上去了。根据那四个人交代，刘某是他们的师傅，他们四个都是通过刘某传授的犯罪方法完了参与碰瓷。目前五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的审理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看省内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9到34度之间。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千锤百炼，精英律师，职场升级，靳东、蓝莹莹、孙纯、刘敏涛，人气演技派，高能集结。而您需要最优秀的律师。吉林卫视每晚7:30敬请收看《精英律师》。长春多云，31到23摄氏度。白城晴，34到23度。松原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四平多云，31到22度。辽源多云，33到21度。吉林多云，32到22度。通化晴转小雨，30到22度。白山多云，29到20度。延吉多云，31到19度。长白山多云，29到16度。每年八月呢，吉林省都将进入主汛期，大量河流的水位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为了让意外落水的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施救，近日长春市伊东河附近挂出了很多红色救生装置，一起来看一看。天晴草绿树成荫，那么伊通河呢已经成为了长春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那近几天呢，吉林省的这个降水量较大，我们也可以看到伊通河的水位也有所上涨。那么伊通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就此情况在伊通河的两侧安装了很多这样的救生装置。在第一批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设置了30个点，就是在自由大桥南侧，我们现在已经安装完毕了。现在我们安了，大概安的位置就是我们的桥的两侧和咱主要的亲水位置。那在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救生圈的旁边啊，有很多这样的反光标识。那么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接拿起，投入到河内来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我们直接就把它放到那个坠河的人员的两侧就可以了，千万呢不要直接对准救护人员，这样的话会伤到救护人员，达不到那个救人的效果。
位于通化市滨江东路的倚江园占地近30000平方米，园内种植了百合、薰衣草、马兰、绣球等多种花卉，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夏日微风中争奇斗艳，枫树、松树、榕树等观赏型植被则为游人提供了清凉的树荫。慕名而来的游客时而拍照留念，时而漫步花间，尽享迷人的景致。节目最后一起到那里看一看。